咋了？姐姐今天过生日，咱们回来该煮红鸡蛋吃。现在谁还吃红鸡蛋呢？姥姥给他做了蛋糕。你可拉倒吧，蛋糕这么复杂的玩意，你能做得出来吗？臭小子，姥姥给你上一个做了更复杂的慕斯蛋糕给你看看。姥姥，这菠萝叶子你加它干嘛？这可是好东西，姥姥做蛋糕可少不了它。这跟蛋糕有什么关系？我才不信呢。不信姥姥做给你看。姥姥，你做蛋糕怎么不放奶油啊？姥姥用这些不比奶油好吃啊。姥姥，你做的慕斯蛋糕颜值这么高，做好了我得先尝一口。你小子一点规矩都不懂，想吃先去叫姐姐。哇，姥姥，你这做蛋糕好好看呢，我太喜欢了。今天你生日，喜欢就好。姐姐，快吃蛋糕吧，我都馋死了。来，远儿吃蛋糕，希望你每天都开开心心啊。姥姥，我也希望你越来越年轻漂亮。